65岁林青霞出席艺术展，风韵犹存，粉丝巧遇大赞人梅架子，好温柔。3月27号下午，某公司官博发布了林青霞最新近照，原来她去参加了巴塞尔艺术展活动。当年的林青霞可是一代女神，虽然现在已经65岁了，年龄大了。可是依旧有女神范，依然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个林青霞。大家品一品林青霞这一份打扮造型，化的是淡妆吧，基本上就是素颜。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大家评几分？有粉丝留言力挺，哇哇哇，怎么没得跟画一样？我爱豆有营业，开心。不过也有路人吐槽说，你青霞姐姐这衣品，不过貌似穿不好这身就变大妈了呢。此前就有女网友分享了自己偶遇林青霞的照片，对方还激动发文说，挽住我的维纳斯，青霞姐姐好温柔，太美太美。林青霞坐在座位上，身穿灰色长袖毛衣，笑得露出了牙齿。爆料者开心和林青霞拍照合影，林青霞也很亲切，没有任何明星架子，相当配合。面对粉丝签名要求，林青霞也是全部满足，认真在上面签名，笑得相当唯美甜蜜。来源来自 SOHO， 网下看更多精彩内容。林青霞年轻时期罕见照片，真是太美了。林青霞年轻时期罕见照片，林青霞，台湾著名电影演员，是70年代后期最著名的文艺片巨星之一，曾被誉为东南亚第一美女，亦是当时华语影坛的玉女掌门人。初中三年级时的林青霞，林青霞中学时的照片，林青霞与成龙、秦祥林在沙滩合影，1970年代初，女星林青霞右与留美才子赵宁左合影，年轻时期的林青霞、秦汉右杨慧敏左与饰演她的女星林青霞右合影。
1975年，台湾中央电影公司拍摄抗日电影《八百壮士》，描述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抗战英雄谢晋元团长率部死守上海苏州河北西藏路桥西边的四行仓库。年轻时期的林青霞，林青霞年轻时照片。喜欢这篇文章吗？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